在第四代 K-pop 中首次亮相的女性偶像，因其完美的视觉效果和公主般的特征而真正受到关注。最近网友挑选了他们认为代表第四代的四位女性偶像。一、张元英 M。自从张元英年轻时在 S1 首次亮相以来，她一直是网友的话题。随着她的成长和 F 首次亮相后，一直引起网民注意的一件事是她的比例，每次表演时总是散发着精致和优雅。二、永娜一季。说到第四代 OJ 视觉效果，永娜一直名列前茅。自15岁在一季首次亮相以来，她美丽的外表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身材，迅速给网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即使没有任何化妆品，永娜看起来也完美无瑕。永娜的视觉效果都适合每个概念。三、学运 NMIX 自首次亮相以来，该组合的才华和视觉效果从未受到争议。每个人心中的门面都是 NMIX 的学运，甚至在他首次亮相之前就因其视觉效果而受到称赞。无论学员是在舞台上还是只是自拍，总会被网友比作童话中的人。四、 Winter Aespa。 当 Aespa 首次亮相时，网友们无法忘记所有成员的视觉效果，特别是 Winter 因其完美无瑕的公主般的视觉效果而吸引了粉丝的关注。特别是在2022年科切拉音乐节上表演后， Winter 的长腿引起了关注。当 Winter 在舞台上时，他会闪闪发光，但他也可以看起来又冷又别致。爱豆韩舍，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